今天先来看看这一件，哎呦，古色古香，古意盎然。这里还有这是当玉坠吗？不知道哎。那你干嘛买？就看它雕，这样镂空雕得很漂亮。但是一定要有什么地方可以佩戴吧？真的，这个没有戴，没有戴也太大了。没有这个买了就摆着。就是摆着，对，就是摆着哦，摆着，哎呦，可惜嘞，你一直在那摆在那哦，对啊，在家里，摆在家里，欣赏用，观赏观赏看，嗯，其实我也很欣赏，你看哈，这一面是雕的，对啊，这一面没有雕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实心的啊，这是雕刻的哈，啊，另外呢，这是一个编钟，什么是编钟哈？就是那个周公啊。周公旦，周公是文王的弟弟，文王呢的小的时候就是周公辅佐他，那周公清理乐，就是周公把天下那个乐章乐器整理过，靡靡之音去掉，然后就做一些很好的那个乐章，那这些乐章是不是要有乐队？好，这些乐队呢就是不是要有乐器？其中有一种乐器叫编钟。大概将近有200个钟挂在那上面，钟不是都用那个铜？对对对对对，铜的，对，一个一个大大小小，然后呢还有磬，磬就是那种石头的板子，哎，挂在那上面大大小小，然后敲张叮叮当叮叮叮当，哦，这样敲，那这个就叫编钟，那这个就是做成编钟，就像一个钟，有没有？有，所以这个是做一个编钟，哎，这很漂亮哎。几年前在哪里买的？这个也是都20几年，20几年前在台湾吗？不是，这大陆的。哦，去大陆的时候旅游买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那边开价应该很小心杀价吧？他开多少？还记得吗？好像没不能杀价。不能杀价。对。最后台币多少钱买下来？20几年前3万台币啊！哦，不俗哎。只有你买吗？大家一起去旅行，只有你买。对啊，大家都笑我说怎么会去买这种东西，会不会也是蛮贵的？待会就知道，因为大家都买手镯，那早期大家都买手镯。啊，你怎么不买手镯？因为听人家说手镯回来戴一戴就褪色了。啊 ，gay， 真的啊，真的，很多人就是出国去吧，很绿，然后回来戴久了就颜色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深。对，旅游去买珠宝，基本就属猪。为什么呢？旅游的地方怎么可能出产珠宝嘛，对不对？珠宝生产珠宝的地方基本不会让你去旅游，比如说南非的钻石厂，怎么可能让你进去参观呢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红宝石厂，你比如说缅甸的红宝石的那个开采的地方，你光是进去哈，我跟你讲，被蚊子叮死。那不可能让你旅游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是去旅游的地方，一定都是那个地方都是卖那些虚假啦、仿造啦，都卖这些东西，千万别买。好，尤其是买什么手镯，哎呦，拜托，那个10之8-9都有问题。但你买这个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那我讲编钟这个是乐，音乐的乐，对，如果谐音就想说乐。是啊，所以欢乐的乐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吉祥物哦。那这个原来也不是要让你佩在脖子上，这个是要戴在腰上的哦。所以这是很漂亮的一个编钟哈。然后它还有磬色，是啊，磬色意思就是说它曾经入土了，入土了以后哈，那经过土这样埋，啊，土里面有很多的重金属，比如说铁啦、镍啦、什么什么什么汞啦、什么什么，它就。浸在这里面，水质进去以后，那些金属呢就会停在里面，就叫浸色啊。这个很漂亮哎。对呀。对不对？也许这个东西买对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来，好，请见价。50000元。恭喜！哇，好像没有买手镯哦。恭喜恭喜！我在讲哈，如果这个是汉玉的话，对，加2个0。啊？汉玉加2个0。哇，不得了！但是这個因为它不是汉玉，是啊，为什么不是汉玉？咱们上
显微镜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顺便跟大家做一个教学，安慰了哈，还可以再学到东西，还知道它是编钟。看我们这个节目啊，长知识，然后得资讯，是啊，那太好了，告诉你什么是假，怎么假，对啊，然后你就不会买到假啊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玉的沁色，就是和田玉的沁色，我们要怎么看？来，我们用显微镜看哦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沁色哈，它是人工用一种方式，比如说用煮的，嗯，就是把那个铁哈，铁的那个那个稀释的铁粉的水，拿去丢进去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滚三天，嗯，那就会这样。做旧的一个手法，嗯，哦，质地比较密的地方就会有深色的铁质，哦，啊，质地比较这个轻一点的就会比较浅，哦，再就这个是沁色作假。来，我们还有其他的片子可以看一下哈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哦，这个更明显，有没有？好，这边啊，这边有啊，这边没有，嗯，哦，啊，这不坑您嘛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这也是它这个沁色哈，是，所以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件老件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人不可能做这个，哦，对，这个也就是哈，这个是在清中期的时候做出来这个，但是为了要把它假装是汉的玉器，就那个时候就做旧了。汉的话会不会都是白玉？全部都和田玉，和田白玉，白玉我们这样讲哈，我们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哈。翡翠是以后才知道的，大概不到400年。以前的玉哈，就是在秦以前，都是什么玉？南洋玉，哈，腊肠石，或者是那个岫岩玉，这些玉质都不是很好。可是呢，因为中国人没有别的玉啊，就也很喜欢这种玉啊。到了秦以后，尤其是到汉，去经营西域，像班固出使西域，有没有？就打通了路打通了以后，玉就进来了。那玉进来就会经过一个地方叫玉门关，把听给啊，就要经过那边，从昆仑山哎进很多玉，然后就在所以现在汉的时候就做很多的白玉比较好了。当然了，和田玉最难取得啊，而且和田玉玉质也比较好。我也有白玉，可是你有白玉哦？对啊，几两米一。下次再来嘛，秦老板随时等你哦。然后很 Q 哎，那个看起来颜色。就是羊脂玉，好像马吉这样很 Q 的，有可能是哈。所以你看哈，这个玉很漂亮哈。虽然它不是汉玉，但是它是清中代精心雕刻的玉。其实这个玉是真的不错，是啊，只是因为它的这个沁色是加上去的，就很可惜。加反而更好，不加反而更好。不加的话，这个青玉很漂亮啊。好。下一件不加的话就青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加的就是青玉，这只是说他把它做旧。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喽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，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。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